亲爱的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飆股新天地，我是陈元庆。在上礼拜五啊，随着一个欧美的一个 PMI 的一个指数啊，趋缓，智慧型手机啊的一个这样成长不再啊，包括第一轮的一个需求以及苹果啊罕见的一个下调，财政目标的一个冲击影响之下，使得一个上礼拜五啊，指数啊，再度的一个连面下杀下来啊，并且再创9319点的一个时候，我试问各位啊，上礼拜五的一个下杀，有谁能够领先告诉你说，今天的一个台股表现将会很不错？我想目前你打开市面上所有的一个节目，当然啦，今天大涨上来，很多人一定会跟你讲，哇，今天的一个行情多好多棒，这个我也知道。问题的一个重点是在上礼拜五下杀的一个时候，谁能够领先市场帮你掌握到？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我常说啊，唯有领先才是最棒的投资啊。好，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下杀的一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嘛。我说第一个啊，在所有的一个已知的利空啊，借以进出之下，包括中美的一个贸易的一个谈判转趋乐观，以及美国联准会渴望暂缓升息，甚至老师还把过去的一个这样历年来的一个走势拿出来来跟大家做分享。不论是在民国2008年当时候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大盘从9859点一路下杀下来，来到7384点的一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从7384点这个地方能够一口气大涨来到9309点，原因在哪边？那原因就是啊，同样随着利空借以出尽之下，伴随着一个二度背离的一个买讯弧线，你可以看到从7384点一口气反弹上涨上来，短短四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反弹大涨多少？1925点，将近2000点，甚至包括在民国2011年当时候的一个情况也是一样，指数下杀拉回来到那个6609点的一个时候，当时候也是随着一个伴随着利空出尽，二度背离买讯弧线啊，你可以看到短短两个半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啊，一口气反弹大涨上来，来到8170点，这样的一个反弹大涨，短短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反弹大涨的一个幅度同样也达到1561点。所以从过去的一个情况到现在也是一样，我在上礼拜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机会，你千万千万要赶快把握啊！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就是一如我们的一个预期跟规划，今天强等大涨上来，不仅强弹大涨上来，而且今天一口气就大涨了多少？大涨了200多点。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哦。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你都还来得及哦。为什么你都还来得及？原因很简单啊，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这是我在盘中啊那天的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内容啊。我就告诉大家啊，我说今天的一个行情真是漂亮，因为不论是啊全指股、台积电、瓶盖股的一个鸿海、大立光、可成、GIS 叶城、甚至包括的一个矽晶圆、被动元件啊、还有陆股纷纷止稳，强弹大涨上来啊、以及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比如说熊 Polo 3163的一个 Polo 威今天大涨再创新高，还有今天我们早盘全力锁定的一个金相店 PCB 的金相店，今天现买现赚涨停板，以及表中之霸的一个 Rolex 今天大涨再创收盘新高，甚至包括很多的一个光通讯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光环、正文这些啊，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陆续的一个大涨上来，再创新高。当弱势股止稳不再破底，而且多方的一个主流强势股能够续涨再创新高，整个的一个架构维持着一个良性轮动轮涨的格局，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后市的一个行情绝不容小觑啊！所以为什么我才告诉大家，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哦，现在你都还来得及，
哦，千万千万务必要怎么样？要赶紧做把握。好，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来把握呢？到底现阶段到底可以怎么样？可以锁定哪些的一个股票？我相信我们过去这一路以来，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不论是第一个阶段的一个矽晶圆的环球金，你可以看到卖得漂不漂亮？是不是卖得很漂亮？卖掉之后，你可以看到，哇，一口气就是如我们的规划回档下杀下来。那么今天伴随着一个止跌契机弧线之后，那么未来还有没有风云再起的机会？包括的一个环球金也好，包括的一个这样合金也好，以及被动元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华新科，甚至国巨也好，那么这些的一个股票到底有没有再度风云再起的一个机会？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说你想把握的话，你想知道的话，那么老师也会透过标股训练营的，大方无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甚至包括的一个怎样IC 设计的一个创意，你可以看到，为什么216告诉大家要懂得见好就收，如果你不懂得见好就收，你看161下杀下来，你看这样下杀下来一回档才几天的时间就跌掉多少？48块，一张48块，十张多少钱？都40倍啦！包括的一个这样五 G 概念股的一个南方资讯的南电，你看。是不是卖得很漂亮？是不是档档股票都是讲在前面？以及散热模组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泰硕也是一样，都是讲在前面呐、啊。我相信呐、啊，大家都有目共睹，这就是我们跟其他专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嘛。我敢说，全市场只有我们呐、啊，一切都敢讲在前面，让你可以看得到，也能够吃得到。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既有第一个阶段的一个这样矽晶圆被动元件。再到第二个阶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南电、泰硕，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宇智波，等等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在上礼拜，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家族全员，我们全新锁定的一个股票，比如说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大中 MOSFET，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买的多漂亮啊，今天并没有大涨哦，但是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买的多漂亮。买进之后就是现买现赚，而且怎么样持续在加温当中，甚至包括捷力也是一样，买进之后现买现赚，持续在加温当中，甚至包括的一个熊 Polo 的一个 Polo V，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在担心害怕不敢买的时候，我们敢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原因在哪边？各位现在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呐、啊，未来随着一个五 G 时代的一个来临，那么五 G 的一个时代，你要知道哦，这个是在未来要怎么样，要进军呐、啊，进阶到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物联网以及自驾车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不论是在全球的一个政府，或者是各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信商。都怎么样？大家都是在积极的一个建设 5G 的一个题材。那么随着一个 5G 题材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商机的一个到来，那么在其中不论是 5G 的一个晶片的发展，不论是这一个整个的一个 5G 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材料，甚至再到的一个 5G 的一个光通讯的一个元件，这个都是未来会带动非常庞大的一个需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我们会带会员朋友来锁定 Polo V？ 因为在全球十家、前十大、十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光纤元件的大厂，其中有7家就是 Polo V 的一个客户。所以在5G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最重要就是光纤。所以刚好 Polo V 搭上的一个这样这一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为什么在上礼拜五的一个时候，当很多人市场很多人在担心害怕的一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五我们在盘中11:09，大家在担心害怕，我们马上带着我们会员朋友，我们锁定的一个熊 Polo Polo V， 与大户同行，难得机会，人气我取，又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低点上，买进之后就是怎样，现买现赚涨停板，今天持续怎么样，大涨。再创新高，真的是太棒了哈！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两天的一个时间呐、啊，价差都已经快到10%了，而且整个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配合都是这么的一个漂亮，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而已哦。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带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族成员，我们就是帮家族成员锁定这类的一个有成长、有题材、有未来性的一个好股票，哦，让你可以怎么样坐在轿子上，哦，一路的一个开心赚钱没烦恼，哦，那么除了一个波罗威之外，哦，那么也恭喜在上礼拜，哦，加入我们，哦，阵营的一个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哦，因为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又带你锁定哪一档股票。PCB 的一个金项店，哦，你要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带会员朋友锁定金项店，哦，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要知道过去是怎么样，金项店主要是 NB 版 NB 的一个用版，哦，但是随着它转型效益显现，哦，它已经怎么样转进到的一个网通的怎么样通讯版，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去年的一个第三季，哦，它的一个营运啊，哦，随着一个良率的一个提升，哦，随着一个市场需求的一个增加，哦，以及怎样出货的一个大增之下，它去年的一个第三季整个的一个营运否极泰来，大幅的一个成长，而展望今年在三大利多题材的一个加持之下，五 G 基础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到位之下，不得了，今年的营运以及获利将可望大跃进。哦，那么既然在今年的一个营运将渴望大跃进，那么我问你，今天一早开高上来要怎么做？很简单啊，早盘开高上来就是建议会员朋友13到13.5，哦，就是买进，哦，就是买进，哦，不啰嗦，市价买进，哦，市价买进，哦，因为难得的一个机会，当大好机会来临的一个时候，哦，就是要懂得重拳出击。哦，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一个胜利啊！就如股神巴菲特所言呐，啊，哦，当别人呢，啊，恐惧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懂得贪婪；当别人贪婪的一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懂得恐惧。所以你可以看到，帮别人还在担心、害怕、不敢买的一个时候，我们今天又带着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我们又锁定这一档金光闪闪、金光闪闪的这一档2368的一个涨的一个金枪店。果然今天怎么样？现买现赚涨停板，我相信你都看到了。只要你是我的一个这样，我的一个会员朋友，只要你是我的一个 LINE 的那个粉丝好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可以见证到，哦，我们专业的一个实力以及本事。因为堂堂的一个股票老师都是怎样，哦，都直接在 LINE 的上直接大方无私公开跟大家做分享。哦，这就是我们跟其他专家不同的一个地方，哦，绝不像其他的一个，哦，都总是在那边事后马后炮，光说不练，纸上富贵啊！各位现在投资朋友啊，哦，那些真的对你怎么样？对你没有帮助啊！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要能够实实在在的一个怎样带你的来赚钱啊，实实在在带你来获利，你说是不是啊？不仅是波罗威今天大涨在创新高，不仅是新香店今天现买现赚涨停板，甚至包括这一路以来我告诉大家的一个表中之霸 Rolex 劳力士，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今天创收盘新高，今天大涨创收盘新高。为什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如果说你还没有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你都还来得及，真的要赶快来做把握啊！哦，因为你可以看到啊，随着一个营运啊，哦，否极泰来，大幅成长，三年长期的一个大底啊，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哦。我常说买在的一个底部才是怎么样最安稳的一个投资嘛。哦，所以你不要等每一次等到大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来问老师说，老师阿甘的物。哦，那么你老是等到说哇大涨上来的时候你才心动，与其这样，你为什么不现在就要赶紧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标股新天地 9 的这个投资朋友，你想要把握元月大红包行情的一个好朋友，来标股新天地 9 的赶快记下来哦，加入标股新天地 9 的，就是让你可以看见财富的未来，好事不断降临。来 ，and 记好 ，and gold 99 ，and gold 99哦，把这个 ID 把它加进去，小写哦，阿拉伯数99哦，
哦，把这个把它加进去，哦，有好的一个股票第一手，哦，老师也会透过我们的一个 Line 的，哦，无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哦，目的只有一个，这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专业的一个实力跟本事啊，哦，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哦，大财富的一个这样获利的一个好机会。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一个投资朋友，赶快把我的一个 ID。好，赶快给他记下来。好，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没关系，你就直接拨打这个电话 23219933,23219933。好，那么我们线上都有专人会来为大家做服务。最后祝大家万事如意，发大财。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咯，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